我完成了 HKDI 两年的室内设计高级文凭，就升读了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的学位课程。期间我一直都有参加不同的比赛，最近还拿了 AND Trophy Awards 2018的两个大奖，包括 Best of the Best Award。我今年就毕业了，我希望可以继续储多些经验，为未来开立自己的 studio 做好准备。读完 HKDI 的视觉资讯设计高级文凭之后，我在国际大型展览设计公司工作，做不同的设计，累积经验。在2016年，我开了自己的 studio， 参与大型 project， 从拿过一些奖项，包括 A Design Award。读完两年 HKDI 的时装设计高级文凭，我继续升读英国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的学位。透过奖学金和不同交流计划，我有机会去见识不同国家的文化，加强了我的知识和经验。亦都因为这样，我赢得香港设计中心颁发的 HKDI 青年设计财政奖。接下来我会利用赢得的25万出国深造，继续增值自己。